天呢拉着房车来到了开沙岛，这个梦幻岛。因为这个梦幻岛它还没有建设完毕啊，没有对外开放，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房车俱乐部的这个活动，是跟他们领导说好了，等一下呢我们还要领导批一个条子我们才能进去，从这里面进去可以看到这个梦幻岛里面已经建成的一些项目啊。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晚，下午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两部拖挂房车，还有很多的房车已经早上都已经进去了。这个里面它还没有完全的建好，里面还有很多的工地啊，还有可能工地，但是这边一片已经初具规模了。不过呢，因为这个季节啊，其实颜色还不是很漂亮。那片有一块花海，就和那个叫什么有个植物园叫什么绿博园啊，他这个老板是绿博园的那个老板哦，周建是主管，对，在那边哦，我看到了，你看这边好多的车，这边的植物也都是经过，这些树啊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都有点造型的。在这个草地上，我们几部拖挂围成一个四合院，这边摆上桌子椅子，这边呢有一个小湖，这些房车都停在湖边。这边沿河一片片的，它这个不知道是樱花树还是桃树，春天肯定很漂亮，等到春天的时候肯定很美。临湖而居，房车也来不了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它对外开放，我们就进不了，开放了之后它就是一个公园，现在还是个公园。可以吃了，热腾腾的，等你吃，吃起来。